OK 了，我现在人现在在台南市内政部的移民署。那我们现在在做测试的就是 GoPro Fusion 跟 GoPro Hero 7 Black。那这两支的差异，因为我那时候买了这那个 Hero 7之后呢，我发现 Fusion 并不能外接它所谓的麦克风，所以想办法让它怎么样用 GoPro 7的声音，然后接到 Fusion 的影像上面去。那到时候呢，如果把这个声音接到它外接进去的话，应该是蛮好听的。GoPro 关机。